好，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你合作愉快。老板，你要的资料。哟，什么声音？哎，北北，你来。啊。给你介绍一下哈，这位是。这不是北北吗？嗯。啊，你们认识啊？何止是认识啊，江总，这可是老熟人了。从前啊，北北在我们公司呢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只是可惜喽。那个不好意思啊。你给我出来一下，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之前公司都发生什么了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管？过去的我不想提，老板。总之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儿。北北北，没想到现在都沦为助理了。当助理怎么了？我光明正大的赚钱有什么不好的？钱？没错，我之前是没有什么钱，但我现在有钱了。这样，你过来给我当助理，多少钱？你看看价。陈总是吧？我离职之前我去找过你一次，你没在。我真没想到是你陷害了我。我当时把你当弟弟一样培养，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？你良心呢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怎么这么大了还这么幼稚呢？啊！江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呢？看上的不只是能力，更重要的是诚信。昨天你能陷害他，今天你就可以背叛我。不是，江总，他就是小众。这个圈子太小了，我会让所有的同行都上来。他就是小助理啊，江总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就是采购了一批原料，然后他给我偷偷换成了次品，最后他还栽赃我。不用说了，任何时间任何情况我都会永远一直相信你。哎，老板你慢点，老板你慢点，你去找你电梯里边小哥哥呀，腹肌胸肌哈喇子快流出来了。不是，刚才他在电梯里面不小心踩了我一脚，我就多看了他两眼。张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行啊，你分手了分手了，跟仇人似的，还不能打个招呼啊？切，你脸大呀，我跟你打招呼。走。你男朋友？不是，他是我。我看着这个帅哥也不能看上你。行。最近过怎么样？你不咋地吧？我告诉你，离开我是不是越混越拉了？你看我不一样，我现在可越混越好了啊。行了，我们去上班，上班迟到了啊，走了。退。不是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找个什么奇葩前男友啊？那时候不是年轻吗？以后还眼瞪大什么？哎，不是你有病啊你啊！你完没完了？跟我们到公司来了还？你俩在这个公司上班啊？你在公司江总，我铁哥们啊，要不我给你俩说说，给你俩涨涨工资？认识啊？是吗？啊，你认识江总啊？快，请进，快，算你懂事啊。裴老板，你要的榴莲。哎，好。去，来，贝贝，你最爱吃的榴莲，快尝尝。好。等等，我，你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江晨。哼。你跟江晨不是铁哥们吗？不知道兄弟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是我狗眼不识泰山了，江总。你看我们的合作，老婆，王总那儿养了只王八，快说话，带你去看看。啊？你不是说你不是他女朋友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是他老公，又不是他男朋友。我就说嘛，贝贝，是我配不上你，你看看这事整得多尴尬，是不是啊？行，老婆。王总那边着急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好呀，让开。慢点，江总啊，慢点啊，快点，薇薇，改天我来拜访你们啊。狗眼看人低。这破老板嘛，这女的干啥呢？哎，姐妹儿，哎，你干啥呢？加帅哥联系方式呢？咋了？你有事儿啊？加上没有啊？没加上呀。帅哥挺高冷，不理人。那你这也不行啊，你这。我不行，你行啊！看你这颜值身材，不像那么回事儿啊。
行，那你看我的，帅哥。哎，我有个问题想亲口问你。行了。看到没有，学会了吧？学会了。真是。哎哎，不是，你干啥呀你啊？这个帅哥已经被我拿下了，知道吧？你去找下一位吧。嘿、哎、吓我一跳他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主动了？你干啥呢，姐妹儿？把手给我撒开来，撒开！送礼是吧？不是这一套，我告诉你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我先看看。行，姐妹儿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没说不是你的。哎，你这样，把这个拿着。啥意思啊？拿着，给他。拿着吧，爸，我后妈给你的。不是，你说啥，姐妹儿？这是我爸呀，后妈。哎，没看出来，你爸保养的也太好了。那个，我再看看。哎哎，你别走啊，后妈，后妈，你看呢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哎，我不是老爸，我开玩笑的。走，爸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不吃，我不去。必须去，我必须吃。干啥？哟，北北，当上保洁了。你是那个翠花？别瞎喊啊！可以啊，北北，你这少走30年弯路呢。不是，我这不是什么呀？啊，介绍一下，我现在呢是三本集团的总经理，月薪2W呢。妈呀，这么厉害呢？那你以为呢？收拾一下吧，我们谈合作了。啊，不是你，哎你。看我的，老板，项目合同拿来了。啊，刘北北。啊，哎，你俩认识啊？老板，我们俩是大学同学。哎，是不熟的那种哈。啊，江晨，我跟你说，刘北北上学的时候就是个书呆子，天天往图书馆一泡，穿的跟现在一样土。是吧？是。我说你啊，我让你平时穿我给你买的衣服，怎么回事？你过来。这里边有20万，今天下班之前没花完，给我回来。不是，这也太不够啊！够了，谢谢老板。妹妹，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北北，我未婚妻。未婚妻？啊，他不是宝。北北啊，这个项目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我啊，你是想先去买衣服是不是？啊？咱这个项目，今天就先试配一下，好吧？项目的问题你后期直接跟北北对接一下，啊，我们先走。啊，江总，那个，老板，这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他几个胆子呀？欺负我的人，走。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？呀，这帅哥这气质，哎呦，哟，这不是刘北北吗？出来买菜呀？哎呀，穿的什么衣服呀？住手！廉价，身材还是这么圆润。哎呀，不像我，要钱有钱，要身材有身材。这都没，限量款的包，你买得起吗你？你有的我全部都有，你没有的我也有，行吗你？哼，那可不一定啊。帅哥，过来。来，亲我一下。亲这边。亲嘴。帅哥啊，你喜欢我这种类型吗？喜欢啊，要不咱们吃饭看电影呗。怎么样，你有吗？没有吧。贝贝，刚刚那怎么回事？刚
刚刚那个是我发小，从小到大就特别爱跟我比，可烦人了，烦人精，每次见我就跟我臭显摆臭显摆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出门不背我给你买那个包呢？我不寻思等你下班也没啥事儿嘛，我就没打扮呀。那我刚才的表现给足你面子了吗？那当然了，老板，你可是国民老公啊。是吧？走。哎，老，给我买这一个包吧，我喜欢。行，你想买什么，把其他的都买了。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好？哎哎，干什么啊，经理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贝贝，贝贝，老板，我要离职。辞职？你去哪儿啊？不关你事儿。哎。你放开！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没误会，以后我们不要再有任何瓜葛了。我不允许这么说啊！再说了，谁允许你离职的？那你就开除我吧！你干嘛呀？你哥，你小子，你们在公司怎么也不避人呀？不害羞？嫂子，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妹妹。妹妹呀？你吃醋了是不是？不是我，怪我，没给你解释清楚。那我不离职呢。贝贝啊，啊，我去应酬了啊。好，你在公司玩的，放心吧，老板啊，好好玩，不用着急回来啊。贝贝啊，什么意思啊你？没啥意思，我是说趁你走了，我收拾收拾，这多乱啊这。你玩的开心啊，老板，去吧去吧，不用着急回来啊。还是下一个走了，给他发个消息，在撤回。咦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老板，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四处观察。不是，你找啥呀？我找手机。手机在你手里呢。不是你。你找啥？继续寻找。我找了车钥匙。你车钥匙，你上桌子底下，你能找着吗？你到底要找啥呀？你还好意思问呢？啊，信息都发到手机上来了，还快点来？谁快点来啊？不是那个，我喊我闺蜜一起来玩。骗鬼呢？你有信吗？啊，还快点，想干什么呀？来干什么呀？我开门。我站着。我倒看看今天谁来了啊？不是你。呀，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贝贝刚过来签合同呀，贝贝呢？我这儿呢。老板本来签合同是要给你惊喜的，你看你惊喜没了，快进来，徐总，进来。老板，办公室来个女的，说是从小给你订的娃娃亲，要来跟你结婚啊？你牙什么呀？你故事还挺多呢，真服了。哎。恭喜新女人！哎呀，我哪能破坏你的好事啊！你就不想知道他来是干嘛的吗？想。全哥，我等你一个多小时了。你这次来什么意思？我这不是刚回国吗？咱俩从小青梅竹马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帅了。是差六一百万，等咱俩领证之后，我再给你一百万，怎么样？那个咱俩总共也没见过几面啊，你上来给我钱。那什么老板，你给你就拿着吧，你别客气。来，你这样，我呀先帮你收着啊。啊，这胖妞该不会是你那个绯闻女友吧？不是你说谁胖了你啊？咱俩公平竞争没什么问题吧？谁跟你俩公平竞争？哎呦老公，有人他又踢我一下。妹妹这边呢，我属实呢已经拿下了，你还是找下一位吧。你觉得我能信你？孩他爸，来给他证明一下子。行，这钱当我给孩子得了，祝你们幸福。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，怎么奖励我呀？气跑了。亲一口。你，这，哎。你这招真的属实是太厉害了，真的。
那当然，还有你跟那个我办不成的事儿吗？妹妹，不是老板，啥意思呀？这是你妹。嫂子好。这，你们俩。若想念是凋谢的雨，乘着风也飘向你。这边，走啊。你来了，老板。对呀、啊。唐一、啊。哎。风挺大的，让老板捎你一段啊。行。啊？啥呀？什么事？那个没事，老板让他坐前面吧，我坐后面就行。这，哎呀，不是啊？啊？你跑后面干嘛呀？哦，是这样啊，我这人吧，天生就晕车，我要是坐后面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行。你行行，让他坐吧，让他坐，没事，走吧，老板。就是，你说我跟北北这都十多年的关系了，是吧，北北？我们是最好的闺蜜，北北的就是我的，是不是啊，北北？对，对对对，是。老板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下车了呀？老板，你怎么坐后面来了？就是啊，你坐后面，那谁开车呀？找代驾。啊！又迟到了，幸好马经理不在。嗯。哎，不是你的谁呀？怎么拿老板的水杯？不是刘贝贝啊，你怎么进办公室不敲门啊？老板，外面那个女生是谁呀？你是不是要把我辞退了？不是刘妹妹啊，你不好好工作去，你又胡闹什么你啊？我马上工作都没了，我还做什么做？是外面新来那个女生。对，那是马经理她表妹，人家刚毕业，想来公司来历练一下。不是，那她怎么拿你的水杯啊？她刚来，正好没有杯子，我这不有个新杯子没用吗？我给她了。鬼才信！哼。啊，那个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啊。表哥说了，我来公司就是来学习的，这种小事还是交给我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美女，没事吧？不是故意的，没弄到身上吧？没事，贝贝姐，不过是老板的杯子坏了，怎么办呀？啊，没事，杯子他有的是。哎，第一天来就给你们添麻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刘贝贝，你在胡闹什么呀？不是我胡闹，你干嘛让他给你倒水？不是，是我让他给我倒的吗？他非要给我倒，好不好？行，那以后每天都让他给你倒，行吧？行，现在都不追我了是吧？我走。听我说呀。哼，我就说，怎么了，老板？过来一下。干啥呀，神神秘秘的？啊，躲起来。呀，老板，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联名呢？谢谢老公。尝尝，不尝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。怎么回事？对呀。干嘛呢？都不好好工作了，就是。那个，哎，老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这三个一样大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我仨丢半天了都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小的吗？啊。这个中的吗？啊。这个大吗的吗？这是大的。啊。这是中的，这是小的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嗯。哎。嗯。哎呀。你看。看半天都，你这是一样大吗？是一样大的，我知道了。刘贝贝老是往一边摆，你老板往这边摆，往这边摆，这不是？也不对啊，这是不是闲的没事干了呀？啊，找工作去。哎呀，那我不一样。工作。凶巴巴的，是一样大的，咱
老板，你今天可真帅呀。微微，你有事没事？马经理啊，玩个游戏啊。什么游戏啊？我不用嘴就能亲到老板，信不信？切，你这搞笑，你怎么可能了你？不信是吧？不信。那这样，我要是输了，我给你100块。行，我要输了，我给你200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我说的。啊，你耍赖啊，你刚才说不用嘴的。所以说我输了吗，经理？这样，这100块给你啊，简单吗？还玩吗？玩。这样，今晚你不动，你要是再能亲到老板的话，我这有500，连刚才的一块给你。行，这可以你说的啊。我说的。你说的啊。对。拿来吧，马经理。你们俩，老板吃饭去。走。贝啊，你今天又没话筒是吧？我是总助，老板都没说过，你管着吗？老板不管你，我替老板管你。以后见我都得话筒，知道吧？你好，马经理。老板，这么爱管闲事呢？老板，我这是为了公司着想呀。是吗？啊，老板，你看啊，嗯，咱公司上班心情是不是得好？嗯，心情好的话，效率是不是就高了？嗯，你看刘伟，天天的灰头土脸的，我看着心情太不好了。心情一差，那工作效率就下降，公司利益就受损。马经理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没想到你格局这么高。你看没有，老板就说我说的对。刘伟伟，以后再来公司，在家把妆化好了再来啊。你凭啥呀，老板？那你想啊，马经理在你对面工作，你化的漂漂亮亮的，他的工作效率是不是就提高了？就是，是不是？哎，马经理啊，你懂这么多，那女孩用化妆品都有哪些啊？老板，这你可算问对人了。我还跟你说啊，口红、眼影、水乳，对吧？还有这个睫毛膏，哎，反正就挺多的。这么多啊？那得多少钱啊？差不多小3000吧。是吧？啊，对对，扫码吧。扫什么码？刘北北化妆，你看呢？扫码吧。不是，老板，这跟我什么事儿？我这不是为了公司吗？对吧？那也不让我出这个钱呀。公司可不管这闲事儿，你管这闲事儿，你掏钱吧，快点。那我多亏啊，那我给钱我自己又没法用，这有点道理啊。哎，这下就对了，这下就不吃亏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抿抿嘴儿。刘伟啊，下班之前把这个文件做好啊，做不好我就开除你。这是你的工作，你凭什么让我做呀？还凭什么？凭的就是我是经理，你是一个小助理啊。你这叫滥用职权。我滥用职权怎么了？告诉你啊，别以为给老板送个午饭，老板就能喜欢你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你什么你？赶紧坐啊。方案我。你看我写的方案怎么样？方案你写的啊？对，我写的。才不是呢。刘伟。嗯，你说这方案是写的？这方案是我写的，老板。马经理连改都没改就拿给你看了。不是，老板，这方案的确是我写的。你看他区区一个小助理，哪有这智商？肯定是我写的嘛。你马经理啊，哎，公司的监控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滥用职权，打压下属，那欺负人都欺负我头上来了啊！谁允许的？老板，你被开除了。老板，你得给我次机会，再给我次机会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得给我次机会。老板，你给我次机会行吗？不是，老板，再给我次机会。当当当当。对不对啊？左脚先迈进的公司是吧？罚款100。马经理，你说什么呢？谁规定进公司需要迈哪个脚了？站那！我是经理，我规定的。你什么？你不服是吧？赶紧交钱！给，拿着。等着，老板。怎么了？马经理滥用职权，早上就因为我左脚先踏进了公司，扣了我100块钱。
这个马经理，你等我收拾他。哼，啊，靠！咋，老板？停！啊？马经理啊？怎么？谁让你左脚先迈进公司的？啊？扣你一个月工资啊！刘北，嗯，你今天是不是右脚先踏进公司的？嗯，奖励你500块。谢谢老板。到底又兜兜转转了多少年，又熄灭了多少根香烟，吃过了，爱过了，失去了，才懂得没人会一直在我身边。贝贝啊，嗯，这个文件的修改意见我已经写旁边了，嗯，啊，你对应着整理一份发给客户。好，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就这一份，千万别弄丢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知道了，老板，把心放到肚子里啊。哎呀，马经理，不是故意的，你有病啊，马经理啊，我的文件。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不是故意的，你我今天都让你撞三次了，破了三次了，你说你不是故意的？哎呀，行了，反正你这个意思拿，来，来把我这个做了去，拿来。不是，文件整理好了没有？客户那边催了。老板，马经理把文件弄成这样了，怎么办？老板，这不是故意的，我一会儿再收拾你啊。怎么办，老板？文件给我吧，我来恢复。怎么恢复？你能恢复吗？哎，都怪你。来，啊，好好学着点。对啊对啊，你看还是老板厉害，修复好了。刘月北，你要是不想干活，你直说，你准备老板文件干什么？不是的，明明是你弄的。是你弄的。哎，行了，别吵了，你俩文件就这么一份，还让你俩搞成这样。把话一切，刘月北，我那份从你工资里扣啊。马经理，你老板，你看马经理个人先告状，不信你先查监控，要扣也得扣他的。老板，你看这文件就修复好了，哎呀，各种。这马经理，我你看这个老板，老板啊，我想借3万块钱用用。不是刘贝贝，你脑子没进水吧你？亏你想得出来，还没老板借。哎，谢谢老板。不是老板，他根本就还不起你的钱。谁说我还不起的？我可以让我老公还呀。不是，你还让你老公还？你自己单身多少年，你自己没心点数吗？你老公，你给我3万块钱呗，我还人家的钱。啊？不是，哎，谢谢老板，你等会儿，他又在 CPU 你啊，你小心点。你起边去吧。啊，老板，真的，这是现在是新型的骗局，你自己看点。我乐意，我开心，不管着吗你？干你的活去。谢谢老板。对啊，你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。刘贝贝，你在教我做事是不是？能干干，不能干趁早撅不干嘴啊！我还想教你做人呢，走就走，我懒得天天干，看见你我走怎么？我就走。看着就碍眼。你俩过来他办公室来，收拾你，收拾你。干嘛呀？天天吵来吵去在办公室有意思吗？不是老板，刘贝贝想辞职走人，你赶紧批了吧。什么情况？你要辞职？这公司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，他老欺负我。好，可以，公司给你配的房配的车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不是老板，都不要了，你得要呀。马经理，你再多说一句话你给我滚出去啊！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你来公司的时候也就80斤吧，啊？不是，老板，现在最起码得有160斤啊！马经理，你胡说啊！我现在156斤。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能把你养得现在这么肥吗？就是，啊，你离开可以，把那80斤肉还给我。还回来？不是，还回来？那我怎么还呀？那我出去给你割80斤肉回来呀？那不行，我不管。别人的肉我不要，我就要你的肉。来呀，啊！不是，哪有你这么不讲理的呀？这就不讲理了。来，跟我来，跟我走。干嘛呀？干嘛？我带你去吃火锅、烤肉，哼，日料、韩料。啊，我让你再长20斤，永远还不回来。嗯，你去吗？你不去，我老板不是老板。摆什么摆？走。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团队，现在是优秀部门评选的时候，谁要是给我出岔子，优秀是不能迟到，知不知道？啊！刘伟伟，
你真是姗姗来迟啊！这个月第几次了？第六次。今天几号？六号。天天迟到，今天又是什么理由？今天老板找我谈点事儿。昨天呢？昨天我找老板谈点事儿。不是，老板为什么总跟你唠嗑？他为什么不找我聊天呢？那不是。是，咱老板这个人说话絮叨、磨叽，说话说不到重点去。他为什么老找你聊天啊？马经理啊，老板，我这个项目特别着急，我先去一下。哎，你不想跟我唠唠吗？是，我早就想跟你唠了。我建议咱们公司啊。闭嘴！我不接受你的建议。不是，老板，我还没说什么建议呢。一会儿你跟王总去谈项目，如果项目谈崩了，你就跟项目一起去啊。好开心了吗？你过来啊！过来，不是怎么干吃方便面吗？我着急上班，带你吃点营养去。